电竞嘉年华赞。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教育局、经济发展局、青年局、毒品防治局共同主办的2020高雄电竞嘉年华7日举行行销记者会，包括运发局长侯尊尧、教育局长谢文斌、毒防局长林盈荣都坐上电脑桌前示范打电玩。侯尊尧还以自身经验表示，因为学会打电竞，从反对到跟儿子冰释，如今建立很好的亲子关系。透露自家的事，侯尊尧其实要强调的是，打电竞不是坏事，家长可以鼓励孩子打电竞，也可以加入一起学习，亲身体会孩子们在玩的是什么，共同打游戏，也有了共同的话题，反而可以拉近亲子间的关系。欸，这吼，我是感觉爱玩，因为吼，哪家囡仔吼玩一个，迄感情会结足好诶。我进前教我囝，其实吼，因为电竞有一些阿 Q，但是现在吼，两个人他会教我怎么玩，那我就觉得欸，改善了亲子关系了，所以吼，就是不要采取好像敌对的态度，我跟他对少年人弄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了解，那搞不好就是你也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没有，已经有一些刻板印象给锁定。受到疫情影响，原本今年早早就要举行的电竞大赛一直延宕，如今疫情趋稳，在市长陈其迈的指示下，运发局会同教育局等各局处全面动起来了，透过7日的记者会宣告2020高雄电竞嘉年华将在12月11日到13日在高雄电竞馆及金鱼提案热闹登场。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本规划在年初年中举办的这个电竞活动，那都受到影响。那我们新团队自从八月上任之后，其实就从如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电竞委员会主委黄议员特别呢叮咛我们，应该抓住这一个掌握疫情的这个空间。那如果 CDC 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如期来办理这个电竞嘉年华的活动。那目前呢，其实我们只要遵守这个 CDC 的规定，我们进来都要量体温、戴口罩，然后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能够办理的非常成功。那未来在12月11号到13号，一共有三天的活动，那有148个队伍，其实在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里面，其实已经在网络上他们已经有一些比赛了。那但是未来三天那些胜利者其实会到这个现场。从这个周末起，为期三天的活动，侯尊尧也谈到每天活动的内容与特色。那么根据我们所规划的，我们三天的活动包括了教育的部分，然后培养这个直播组，那以及呢就是我们有三款的电竞游戏，这些电竞游戏的这些最后要打进决赛的这些队伍，那么也能够在未来三天在这个电竞馆把他们对于电竞的艺术跟技术跟能力展现在我们很多观众的面前。那我们呼吁这个所有的对电竞有爱好的年轻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未来这三天多多到我们这个海港旁边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旁边这个小金鱼这边，一起来共度一个充满电竞风味的这样的嘉年华活动。12日的开幕式，市长陈其迈也将与市府官员组成团队，与年轻人一拼高下，精彩可期。我们有准备了一个那个动物格斗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电竞游戏哦，它是手游版的，那我都有把它传给我们相关各局处的首长们，希望说在压力议会现在董事局的压力之下，那其实也能够就是玩一下这个电竞的游戏。那我们希望在12号那当天开幕的时候，根据我们的节目设计哦，就是能够跟市长一起，然后组成一个团队来跟这些年轻的朋友做一些简单的 PK。金发局副局长高振远、市议员暨高雄市体育总会电竞委员会主委黄香淑也与各高中职大专院校代表出席，共同启动仪式。教育局长谢文斌也谈到教育局鼓励学校培育电竞人才的立场，他说，我们高雄市政府在高中职的阶段有立志高中三进加商，还有树德高中，还有中山工商，
这些学校，他们都有积极培育这些电竞的科系跟人才。我们期待这次他们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表现。我们非常鼓励学生来参与这个电竞嘉年华这个活动。除了选手可以参与之外，我们也有这个主题市集，那也有一些主播的培训，那其实都可以让学生获得很多面多方面的技能。那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一次在高流金鱼馆第五馆内举办的精彩赛事之外，在金鱼提案周边更有结合科技、游戏、电竞、娱乐、教育及美食的潮流主题市集，都是年轻人的最爱。如果民众无法到现场，还有直播比赛可以观赏。它网络直播会有两块，一块是会在退取，那一块会是在 YouTube 最夯的平台。那 YouTube 的部分的话，会是在运发局的官方的一个 YouTube 在做一个转播的动作，所以我们都是提供了两个平台，让年轻人可以选择他比较自己比较习惯的，对。那到时候我们官网上面就是整个高雄电竞嘉年华的官网上面都会有连结，所以可以从官网那边的连结就很快速的可以找到直播平台的地方。为了行销这一次的比赛，主办的运动发展局也特别制作了一部活动形象短片，展现出从游戏体验、电竞赛事、设备硬体到转播技术无一不包的电竞特色。13高雄电竞嘉年华热血展开，让我们 show your power， 再现雄光。样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报道。